我们的兵器与战马，不用激动。这笔生意，将军若是想谈下去，无论是这样的战马还是兵器，阿施勒部都会无穷无尽的提供给幽州。 如此相助，到底对你们有什么好处？秦王的实力你不会不知，幽州虽乃重镇，但若想起兵自立，即便能取胜一时，但又能坚持多久？不如归附阿施勒部，有我们扶持。莫说与秦王抗衡，就算是取而代之，也不是不可能。想让王某听命于严厉那个狗贼？ 你休想！既然如此，告辞。走。将军，要放箭吗？派人跟上，摸清他们的驻扎地点。是。 回去告诉你家将军，我家特勤不喜欢这样。若是再跟过来一步，脑袋落地；若是想明白了，在草庐外寄一条白金，到时候自会有人跟你们联系。来者何人？我乃损特勤麾下勇士苏一舍，有紧急军情呈报给大可汗。是应氏的人，放心。 承诺给大可汗的军情，你不能看！还给我！怎么就你一个人？损那小子呢？不会是没等我动手就死在中原了吧？你想得美！损那行好着呢，快放开我！我要去见可汗。急什么？可汗忙得很，我先替他过目一下。难怪探不到这小子的消息。 原来是去幽州了，我会转交给大可汗的，还不快滚回应师去！